你行。大，精神紧张所导致的，别想太多了，早点睡吧。你俩也上班呢，听话。好真实啊！你怎么还在想啊？别想了，睡吧。嗯，乖。三嫂，刚子，哎，行了，就喊一会儿。明白，三哥。慢走，嫂子啊。快点，刷台，二等呀，快点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别赌了，再玩一把，扣，这不是再玩一把啊？玩，玩，玩，玩什么玩？玩，得，跟我回去。小飞，赶紧去告诉陈哥，这小子要跑。强哥，趁钱的想滚犊子！好了，哎哎，放开，放开！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，啊？一天天不务正业就知道赌博，你要干嘛呀？赌博怎么了？人生就是一场赌博，财富从来都不是为胆小的人准备的。我胆小，你胆大。你胆儿真大，有本事给我把可心追回来！我承认我没那本事，可是看看你自己，艾斯在跟着你吃苦。房东开门！来了，马上，稍等。房租什么时候交？给你们半个月时间了。房东大哥，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，如果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再想办法凑。你先拿着。你打发交货是呢？有没钱？没钱滚蛋！大哥，不要赶我们走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有钱。喂，可心，你现在哪？能不能过来我家一趟？你走啊！如果此时此刻没有音乐声的伴奏，他们将成为什么样子？美女，喝杯酒啊！我不会，对不起。不会，现在。喝啊！想喝的。
走。你他妈谁啊？跟你没关系。不走也罢。危险，李翔，现在是我找工作，不是工作找我。刚才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很有可能被那群王八蛋欺负，你知不知道？欺负？哼，李翔，这就是社会，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欺负与被欺负的关系。反正我不管，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。大不了你什么也别干，我来养你。你养我？拿什么养我啊你？自身难保。你不是要喝吗？喝，喝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？究竟有谁会知道？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。好美的戒指呀，李翔，我们结婚吧。我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我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？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？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很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动作动作，姿势姿势姿势，哎，这别求救了，姿势在这儿。我是跳跳儿子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操！拍照的意义在于，我把美好的瞬间定格起来。
有时候我都在想，如果时间可以定格在某个画面，那么永远还会遥远吗？马上就要面临毕业了，毕业之后你们都有什么打算？听说毕业代表着失业，我希望呢，毕业之后呢，在这座城市能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李翔呢？我呀，我的理想很简单，就是希望艾斯能够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，闯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。志强呢？我就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姑娘过上幸福的生活。那这姑娘不就只可心吗？好好，现在呢，轮到我们可心同志发言了。我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只要别饿肚子就好。喂，可心。主要看气质。艾斯，这些衣服可全部都是你的了，记得拿好。可心可心，这衣服我穿不了，还是你拿去吧。懂得爱护自己的女人，一定要懂得打扮自己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当你又瘦又好看，钱包里都是钞票的时候，你会恍然大悟，哪有时间患得患失，哪有时间猜东猜西，哪有时间揣摩别人，哪有时间流连过往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，你若悲哀呀，花都不开。说完了，口不口渴？我去买瓶水。艾斯，你要把我所说的话记在心里，而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你好，对，我是艾斯。面试？你指现在呀？行，好的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可心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有点事儿，先不陪你了啊。面试是吧？走，我陪你一起。艾斯？对，这是我的名字。爱因斯坦的简称代表着智慧的象征。那你能说一下爱因斯坦有什么至理名言吗？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成功等于艰苦的劳动加上正确的方法再加上少谈空话。我看了一下你的面试资料，你只有大专水平啊。爱因斯坦又说过，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，而是来自于对于知识的终身不懈的追求。那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呢？我对薪酬没什么要求，按公司的标准就行了。很遗憾，你不能对公司提出薪资要求，公司怎么对你提出工作要求呢？我想，不敢对薪酬提要求的人，大多没有多少真才实干。现在人才齐齐，我们需要的是各方面都过硬的人才。哼，请问人才齐齐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人才很多的意思喽。但是正确的读法应该是人才济济，所以我提醒您，在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请不要乱用词汇。嗯，可心，你说现在找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呢？不是这要求就是那要求的，好像必须要为工作改变什么才能称心如意，为什么就不能够好好去做自己？傻孩子，这就是现实啊！来，不哭了。工作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
可心啊，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亲爱的，今天路上堵车，要不这样，我自罚三杯，以表歉意。和你一起，这姑娘，按理说也同样迟到了，是不是也要罚三杯酒啊？亲爱的，这是我朋友艾斯，他不会喝酒，就要不这样，他的酒我来替喝。那不行。你说这酒你替他来喝，那是不是夫妻之事也要你替他来做不成啊？三杯酒是吧？我来喝。哎呀，海亮啊，海亮啊，李总好姐。李总啊，这是我朋友艾斯，古生物学专业毕业。你们公司要是有什么合适的职位，给安排安排。古生物学专业，艾斯小姐，你们在校期间一定经常研究恐龙吧？啊？嗯，那艾斯小姐，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？这个恐龙具体有哪些特征呢？不好意思，吕总，我对恐龙呢没有多少了解。如果您对恐龙特别感兴趣的话呢，我向您推荐几本书：《恐龙百科》《恐龙之最》《恐龙世纪历险记》。吕总，可一定要记得去看哦。这 S 小姐果然是伶牙俐齿、聪明伶俐啊！啊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如果 S 小姐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来我公司给我当助理。我们公司可是随时欢迎你啊！啊，艾斯，还不赶快谢吕总！谢谢吕总的好意。这杯酒我敬你。你真的愿意和他这样一直走下去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他是有家庭的。他有无家庭？对我来说，并不重要。我只知道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他帮助了我。我自认为并不是那种拜金的女孩，可是人呢，当处于某种环境，受到某种相应的诱惑时，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谁也不知道。难道生活真的让我们变成了我们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？回来了。我以为冷不冷啊，穿这么少。今天又不能回来了。
说，为什么不接受李总所提供的工作机会？有些事情我想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。自己的力量？那请问你自己的力量有多大？那应该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吧。错，是手无缚鸡之力。艾斯，你也该醒醒了，在如今这个社会，想要靠自己的力量不靠别人帮助是很难完成一件事情的。既然吕总想要照顾你，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艾斯，说实话，你一直不敢跨出那一步，是不是因为李湘？对，猜测完全正确。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饮，因为一瓢足以让我解渴。在你的眼里，爱情的力量竟是这般伟大。那我问你，没有物质做基础，你那所谓的真正的爱情，它到底能够维持多久？小的，最近听说你运气不错啊，听说昨天一下卖出三瓶洋酒。要是以后运气再这么好，惦记着哥哥们点儿，别总记在自己上了。知道。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，会惦记着他，就当他是个老朋友。你说我应该喝点什么？心情不好就不要喝酒了，喝点饮料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心情不好？从你眼神里边看出来，眼神是骗不了的。好，我去喝饮料，你看着拿吧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，虽然没有他。女士，您的牛奶。走吧，晚上喝牛奶养胃。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解走了。谢谢你的牛奶，真好喝。谁呀、啊？别碰我！操！这谁呀、啊？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强哥，没想到你老大就光脸。来来，坐坐。对不起，是我口直来，请强哥恕罪。我给脸不要脸。是我给脸不要脸，我给脸不要脸，我给脸不要脸、啊、小子，欠我们强哥的钱什么时候还呢？强哥，三天，给我三天时间，三天我一定还你。强哥，我他妈看你是活腻了。强哥，这小子耍我们呢。给我打。强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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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哥，刚哥，刚哥，各位，我现在知道球员喊救命了。
妹的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傻瓜，我知道你今天说话都是为了我好，怎么会介意呢？对了，你现在哪呢？那么凄凉啊！我家可心唱歌怎么可以没人陪呢？等我，马上就到。他欠你们多少钱？呵呵。什么？五万？你们先放他走，给我点时间。这五万块钱，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们。强哥，又他妈一个耍咱们的小子，过来！哎。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懂得的人，一些温暖几个肩膀。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梦长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醉了，跑不了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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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多渴望懂得的人，那些温暖几个肩膀。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。胳膊怎么了？没事，回家说吧。忙着呢。起来了。嗯。今天想喝点什么？随便。要不还是牛奶吧。听你的。你的牛奶，我先去忙了。
不知道我名字吧？我叫玛丽。我叫李翔。你能陪我一起走走吗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家，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家的含义吗？家应该是一种归宿吧，心停泊的港湾，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，有爱的地方才叫家。可是我的家却是冰冷的。我们以后可以成为朋友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你。你稍等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哪位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过去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小子，机会我已经给你了，是你自己不懂得把握，那你就别怪强哥无情了。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做人有做人的底线。说吧，哪只手？强哥，不给我三天时间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三天，就三天，我一定把钱还给你。三天。这句话听他妈我耳朵都生茧了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强哥，把他给我摁下来。好，强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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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住手！你小子还有点信用，说来还真他妈来了是吗？钱呢？强哥。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钱，没钱是吧？我操！干什么？把他放下！他的债，你替他来还吗？我还，我来还！砍呢？你都是砍呢！砍呢？砍呢？你都是砍呢？砍！强哥，我觉得他不敢砍。哈哈哈！住手！永恒，他们欠你多少钱？不多。这张卡里有他们欠你的50000块，密码是60。拿着，兄弟们，今儿的戏看得惯吗？强哥，今儿个戏看得个过瘾呐！过瘾，过瘾，过瘾，过瘾！我真是别动啊！
校长，以后踏踏实实找份工作。像他们玩大的，也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还有，以后伤害身边朋友的事儿，尽量别说。卡里的钱少了一分，你们谁都别想跑。我们走，走。走。王丽，谢谢你。不是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吗？这五万块钱，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。这是我欠的债，我还。还？拿什么还？啊！一天天你就知道赌博，不务正业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知道最近这段时间，我很让你失望。我对你发誓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好好工作，努力赚钱。绝不再拖你的后腿。志强，我希望你好好的。以后咱们的路还长，千万别自暴自弃，知道吗？咱们回家，走，回家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你也知道我怕黑，你不在，我一个人不敢关灯睡觉，因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，我往往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。孩子，对不起，我做的不好，让你害怕了，对不起。李翔，你怎么了？一直在自责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工作辛苦，今天一定又在加班了吧？老公辛苦了，奖励老公一个大大的吻。老公，我以后不想让你这么辛苦了，从明天开始我去找工作好不好？我
们一起分担。阿斯，谢谢你，你在我身边，我觉得特别幸福。好啦好啦，快去洗漱吧，早点休息。淘气，给。哇，好漂亮的手链，谢谢亲爱的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啊，这种惊喜还多着呢。对了，上次吃饭和你一起那个姑娘是叫艾斯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，亲爱的？这姑娘挺有个性的，吕总对她很有感觉。你也知道，吕总是我多年生意上的合作伙伴，哪天把他约出来，你懂的。等事情成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全都满足。那是，要是你做不到，以后我们也就别再见面了。喂，可心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今天夜密教室成功了。啊，庆祝？不用了吧？那好吧，好吧，听你的。去哪儿集合？来，我们大家共同庆祝一下，我们艾斯找到满意的工作。干杯，喝酒。干杯！来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
意思大家，艾斯醉了，我先送他回家，这杯酒算我赔罪。你已经确定了？是的，我已经确定。哎。现在 S 交给你了，记得照顾好他。李湘， S 是个好女孩，希望你不要辜负她。可心，我送你吧。你看你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不穿外套，你再这样小心我打你屁股。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，你呢？我还是老样子，只不过我再也不赌博了。生活总是陪伴着每个人成长，我突然间发现我长大了，我肩膀上应该承担起一些责任了。真的成长了不少，我应该的开心。可心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好好照顾你的机会？可是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不，你没有变，在我眼里。你永远都是那个最真实善良的可心，你外表坚强，内心却很脆弱。即使你遍体鳞伤的时候，你也假装成无所谓的样子。你开心就笑，伤心的时候就哭。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最真实的可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李翔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许个愿。蛋糕，
啊，这蛋糕里边怎么会有戒指呢？戒指，好漂亮的戒指，我记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是吗？拿过来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艾斯女士，你愿意嫁给李翔吗？做他的妻子，无论富贵还是贫穷，无论青春还是年老，都愿意一生一世守护他、爱护他、陪伴在他的身边，你愿意吗？曼琳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结束吧。这张卡里有150,000，谢谢你这段时间陪我，以后和你女朋友一起好好的。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？这些钱以后你一定会用得到的。可是我已经决定离开你了。有些事情是没有原因的。有人说上帝是不公平的，于是这世间便有了贫与富、善与恶、美与丑、成功与失败、幸福与不幸。其实上帝是公平的，他给了你财富，往往就会夺走你的健康；他给了你成功，往往就会夺走你的幸福；他给了你成熟，往往就会夺走你的纯真。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面对诱惑不忘初心。你要上班去吗？我送你，让我最后再在你身边多待一点时间。李翔，等一下。Yeah.
艾芬，回来了，我这人是被艾斯打的，我这人是被口口声说是艾斯一人的你打的，知道为什么打你吗？因为你今天的可耻行为，别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艾斯，别告诉我，你不知道艾斯的内心深处究竟需要的是什么。
不是说想吃水饺了吗？给。看到水饺，想家了吧？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不在父母的身边要做到让父母放心。难过时，流几滴眼泪没有错，但错的是不能应该一直哭下去。哭过之后，要立刻把眼泪擦干，继续笑对人生。今天有点反胃，可能水饺吃多了吧。可心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儿子，我好像怀孕了。那是孩子，我想把他生下来。喂，可心，我这边现在已经放学了，今天想吃什么呀？告诉我，我以最快的速度把美食送到。喂，可心，你怎么了？可心，你说话呀，可心。可心，可心，可心，可心。大哥，帮帮我们吧。哥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你帮帮我们吧，哥，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们吧，啊，哥！大姐，你救救我们吧，你看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大姐，你救救我们吧，大姐，救救我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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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姐，求求你了，你帮我们吧，妈的，啊，救救我们！
可以分享。可惜志强，志强。上车。还好，医生说只是动了胎气。下次可一定要注意了啊，不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了。知道了 ，S， 以后绝不再犯。这是我从医院门口买的饭和菜，你们快趁热吃吧，我都吃过了。可心，人家志强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准备怎么报答呀？啊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谢谢你啊。举手之劳，我去打壶热水。喂，妈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爸爸需要手术，手术费用是多少？15万。我想我只是一个尘埃，卑微的存在，没有任何色彩。当冰雪覆盖，冷冷的被阴霾，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只是单纯意外，因为你到来，填补一段空白。没有未来，却又无法释怀。别继续伤害，就一次痛苦。小梅呀，我爸爸生病住院，急需用钱，我想跟你借点儿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还是再找找别人吧。云云，你能借我点钱吗？喂喂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 S 小姐不介意的话，可以来我公司给我当助理。我们公司可是随时欢迎你啊！李总啊，你好，我是艾斯，可心的朋友，上次我们一起去吃过饭的。我想向你借点钱，明天我有时间。这张卡里有你需要的15万。
李湘，现在 S 遇到了困难，能帮助他的只有你了。可是人呢，当处于某种环境，受到某种相应的诱惑时，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谁也不知道。难道生活真的让我们变成了我们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？艾斯，账卡你拿着。小心！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。感恩的心，感谢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，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，花开花落，我一样会珍惜。你还记得上次你送我的那枚戒指吗？上次我记得我生气，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却在教室的讲桌上又看到了它。我在怀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天使。我想我只是一个尘埃，卑微的存在，没有任何色彩。当冰雪覆盖，冷冷的被阴霾，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。爱
春意。